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a， 今天要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河流文创开团的一些新书，其中有一个大朋友的套组呢是八本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想问什么翻翻书这两本，那大孩子的需要的知识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有设定一个组合，就是可以适合比较大一点的孩子。那但是其实这也没有绝对啦，就是看自己家长怎么做选择。因为我通常像这种图片蛮多的，我也都是会提早买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本关于天气你想知道什么，会做成这个翻翻书的样式呢，是我觉得看书看起来会比较有乐趣啦，比较不会那么枯燥乏味一大堆文字。我觉得孩子虽然说是长大了需要多一点的知识，但是我们要用比较适合他们的方式，像自然科学类是比较稍微有点乏味的这个科目，这个话主题来说呢，我觉得如果说是用翻翻书的形式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。好像这里说，哎，这架飞机要飞去哪里呢？这架飞机叫什么？飓风猎人。哦，它可以飞进那个飓风里，它要飞进飓风中心，观察飓风的组成、气压和风速，这些数据可以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性。哦，所以呢，它跟平常的飞机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好，那这个有没有哪个地方从来不下雨呢？那孩子已经看得懂文字了嘛，他就好奇想要翻一下。哦，在南极洲的麦克默多干燥谷已经200万年没有下雨了。哇，这个连我都不知道，南极洲。哦，其实因为常常有些妈妈问我说，这个适合几岁几岁的孩子啊。其实自然科学这种科普类的东西比较没有限制年龄啊，像这一个什么麦克默多干燥谷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啊。所以就是像我也是就是跟着孩子一起学习这样子。哪里能找到风向标呢？哦，像这个 NEWS News 嘛，那你其实就是可以教孩子辨别北边在哪里啊，北方、南方、东方、西方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在西方国家很多房子上面都会有风向标。那比如说这个，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啊，看到什么东西，什么旗子往哪边飞，你也可以教孩子辨别方向，或者是说，带一个指南针也是很方便。天气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们的天气呢，是从天上的空气来的哦，太阳、空气、水。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我想一下，是不是赤道啊？哦，对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赤道啦。美国死亡谷的国家公园，不好意思，动到了。死亡谷国家公园的温度一度飙到摄氏56.7度，这是世界纪录中最热的，所以不一定在赤道哦。所以有很多种因素哈，没有不要以我们那种既有的观念来那个回答问题哦。好，这个天气图在说什么？这个是六年级的那个自然课哦。哦，他跟你说，这是风速的，每小时50公里。这个呢是温度的，好，有摄氏或是华氏。这个呢，晴天多云，
多云阵雨有雨哦，就是其实教孩子看一看那个有时候气象的那个报道，像我们去露营都会每天都一直在关注气象，就会慢慢学会怎么样看气象。彩虹是什么组成的呢？龙卷风。这个怎么有点？龙卷风是怎么形成的？就是会有很多让小朋友想要知道的问题。如果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呢，你可以一收到之后就先帮他这样子把它弄开。雨是由什么组成的？当然是水啊。对，水。可是你就可以介绍到水的三态哦。就像这样子，这一本是天气的，跟天气相关的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去露营，为什么山上更容易下雨呢？每次去山上都会下雨，比较容易下雨啦。是山上离天空比较近吗？其实是呢，山脉让温暖的水汽上升，高度越来越高时气温就会越低，最后冷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就会变成水落下的。为什么这个蜘蛛问为什么我的碗会湿湿的，明明就没有下雨，它就是露水嘛，对不对？空气气温降低之后，空气中的水分就凝结了啊，这个都是国小生自然科目里面会教的哦。就是其实就是孩子有时候看过不一定会第一次就记起来啊，像你如果带出去哪里啊，为什么有一些天气的现象，其实就是你又就可以再跟这些书本连接起来。这个是天气的这一本。好，那这边呢也可以问一问孩子哦，露水是如何产生的啊，就是可以再翻回去看看这样子。好，这一本就是关于天气你想知道什么。那继续来看这一本，关于感觉你想知道什么。这次开团的也都是新出版的。什么是感觉呢？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一样吗？我觉得很烦很讨厌，这样就是很坏嘛。我觉得教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哦。我怎么样，我生气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情和缓，你应该教孩子比如深呼吸啊，或者是去走一走啊，或者是跑一跑啊，或者是看一些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可以改变可以那个转移孩子的注意力，就比较不会生气。我觉得害怕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，就是要教他有各种不一样的感觉，认识我们的感觉，认识我们的情绪，认识我们的感觉，这都很重要。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恶心呢？小朋友一定喜欢看这一个。因为我们看到闻到一些对健康不好的东西就会觉得恶心。就是认识自己的感觉。为什么我会不太高兴呢？因为你输了比赛，所以有点嫉妒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振作，让心情变好。为什么大人都不怕？其实大人也会怕大人不是不怕其实我们大人也有害怕的事情，只是不太一样而已。我们大人就会担心孩子不见啊，担心孩子迷路啊，大人担心的东西跟孩子担心的东西不一样。好，这一本是感觉，就是大概翻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好，这两本是关于健康，不是关于健康，关于感觉你想知道什么。
关于天气你想知道什么？